今天我家的狗屎居然离家出走了。今天五六娃安安回来，本来打算接着遛康康，可是我一打开门，发现康康居然没了，遛溜去了。康康，康康，康康，我狗呢？门关着，我狗哪去了？看来这小子没坐电梯，走的楼梯。安带着我从八楼上到了23楼，累蒙圈儿了都。安带着我停在了23楼的一户居民门口。你先躲起来啊！来，你躲我身后，你长得太吓人了，我敲门问问来。不行，安安，你情报万一有错，咋整？不好意思。嗯，康康，你好，还进来呢？哎，那回咱俩在软看着呢，在电梯里看见的呗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姨，大姨，进来。那个，我进来了。啊，进来吧。这是我家那个狗吧？狗是咋的？今儿我出去遛弯去了，正好看着你家大怪物了。啊！我一招他就跟我来了，我妈呀！然后我寻思来了，我说喂点肉吧，这家伙吃了就没完了，把我整只鸡都吃了。我说这就是小鸡那个残骸，